I went down to Nashville, a guitar in the back. I was gonna make it big, make money by the sack. Hello，大家好。那今天呢？现在时间已经是三月份了，这个是好久不见。终于呢，要出来上视频给大家拍一期视频。那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小羽毛呢最近刚刚满6个月了，一眨眼他已经从一个小婴儿变成了一个半岁的宝宝。在这个阶段，小羽毛呢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现阶段我觉得他最大的变化就是他已经开始吃辅食了。非常理解，作为一个新手妈妈来说，特别是一胎的妈妈，一开始在吃辅食的时候也有很多困惑，就是脑袋里有各种十万个为什么，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添加或吃什么或吃多少。这段时间给小羽毛添加辅食的一些经验呢，然后分享给你们。你们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记得给我点赞。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吧。小羽毛添加辅食的时间，其实这个添加辅食的时间呢，其实应该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每个宝宝的发育情况不一样。小羽毛呢是4个半月左右的时候开始添加它的辅食的，那普通的宝宝呢一般是在4到6个月的时候去添加是最合适的。宝宝需要添加辅食阶段呢，它是会有几个信号的。那第一个呢，就是你要看一下你的宝宝能不能坐在餐椅上，2个月或者是3个月的时候开始会抬头，然后到了4个月的时候呢，就可以歪歪扭扭的坐在他的那个小椅子上。所以这个时候爸妈可以测试一下自己的宝宝能不能够就是放在那个餐椅上，让他倚靠着坐着或者是坐在上面。那第二个呢，就是大人呢可以用一些勺子类的工具去试一下，当你放在宝宝的嘴边，他会不会张开嘴巴想要去尝一下啊，或怎么样的，这是第二个信号。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有些宝宝呢他在跟大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大人在吃饭，小孩坐在旁边，他看到大人吃饭他会流口水，他就会有想要吃的那种欲望，这是第三个信号。那你就可以给他尝试添加辅食了。说一下添加辅食的顺序，数90%的妈妈都会选择先吃米粉，然后呢再吃果泥，然后再吃蔬菜泥，然后再吃蛋黄，再吃肉类。好，然后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看一下我给小羽毛准备的辅食。这个小车车呢，原来是给小羽毛放他房间里面放一些湿纸巾啊，还有干纸巾用的。那现阶段呢，我就把它拿来放小羽毛最近要吃的一些辅食，这样的话这一车都是他，我就觉得这样收纳起来比较方便一点嘛。小羽毛最开始吃的辅食呢，就是这个，给你们看一下，就是这个大家应该很多人都很熟悉，家宝的米粉。第一个阶段可以尝试的，它这里会有一个标志，像这个地方它那个宝宝有一个类似像爬行，但是有一点点就是卷在这里的一个状态的，它上面写 supported sitter， 这个就代表是这个阶段，就是你的宝宝刚要开始能够借助一些力量能够坐的时候的阶段可以吃的辅食，就是这个米粉。它是一个最基本的，就没有任何添加其他的什么苹果梨子那些的，因为有一些里面还会添加一些水果的那种含量在里面，这个是最基本的，什么都没有添加的，就是那种谷物米粉。快吃完了，已经快空掉了。现在呢，我们跟它换了一个，是这个地球最好的这个品牌的米粉。米粉怎么吃？我给小羽毛准备了这样的一个儿童的餐碗和一个勺子，这样的一个吸盘类型的一个碗。第一次我大概是给小羽毛是用这个勺子给它盛了4勺，然后兑了8勺的水，然后你们也可以用母乳或者是用奶粉去冲，然后刚开始的时候要稠一点，就是稀一点，因为刚开始宝宝是一直吃奶的嘛，所以他没有，他也而且也没有长牙，所以他不太能够去嚼和消化很硬的东西，所以刚开始一定要稠一点，从稀的变成干的，这样子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补充一点，就是如果你们是在外面的话，就是比如说平常带宝宝出门要给宝宝喂的话，
这样两个工具。这个呢是 Munchkin， 就是马趣奇他们家的一个这个辅食杯。然后这个辅食杯呢，它是这样子的，就是你们可以看它这里有一个洞，然后它有三个格子，它里面分成了三个区域，你们可以就是带三种不同的带三种不同的米粉，在旅行的时候可以给宝宝携带，很方便。然后另外呢，这个勺子是我很早就买了，因为我前段时间带宝宝长途旅行，所以呢我在飞机上可能要给宝宝喂，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种便携式的婴儿勺。它这样是这个便携式婴儿勺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看一下哈。它我这个一个盒子里面有两只，然后呢它是这样可以打开，有点类似大家那种方便碗筷一样的，然后这样子弄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勺子。这个是很方便的一款，建议大家如果在喂辅食的阶段呢，除了买一些正常的碗和小碗和小勺子之外呢，也可以买一点这种旅行装的，因为带宝宝出门嘛，这些东西还是要准备好的。哎，我跟小羽毛吃了两个星期左右的辅食之后呢，就开始摄入各种果泥了。然后果泥呢，这边也是美国儿医推荐我的，就是嘉宝这个品牌。那我这个车子里面满满当的，你们看得到吗？这个里面全都是小羽毛现阶段我给他囤的一些果泥，然后果泥的大概就长这个样子，给你们看一下。一盒呢，大概是一盒呢是56克。这个果泥有很多种类啊，像小羽毛吃过的有红薯泥啦、香蕉泥、苹果泥，然后还有豆子泥，这里面还有啥？还有梨子泥、西梅泥。其实呢，大家也可以自己做泥，但是我的话，我没有选择做，买这种泥还是很方便的。一方面呢，是因为做的话很复杂，你要买各种水果，还要买机器把它捣碎，然后还要洗很多的工具。然后第二个呢，是它的选择很多，买回来的话，这个里面就已经有7-8种口味的泥了，可以让孩子摄取到丰富的维生素嘛。那我就是直接打开，然后就用这种勺子，然后喂给小羽毛吃。然后吃的量呢，这边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一开始的时候呢，我给小羽喂太多了，所以它会有一点点不消化的状况出现，所以建议大家呢还是要循序渐进。开始的时候我建议这样一罐泥，最开始的时候可以分2餐吃，当然你们有一些像苹果那种会氧化的就可以不要分2餐，其他的可以把它分2餐吃，然后吃不完的话可以放在冰箱里面。也就是一旦你开始吃果泥了，美国医生这边建议呢，一种口味的果泥吃3天，然后再换下一种，因为你不确定对什么食物产生过敏的现象，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这样子的果泥大家吃的时候，如果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话呢，可以放在微波炉里面大概叮个10-15秒就可以了。关于宝宝的零食，一个呢是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吧，这个是小孩吃的星星泡芙，这个手指米饼，还有这种酸奶水果的这种小泡芙，这种像那个树米粒一样的那种这种小泡芙。这种泡芙呢，我建议大家在宝宝大概7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囤一些，也就是在6到7个月左右会开始有长牙的现象。其实小羽毛大概在6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冒了2颗牙齿出来，就是特别容易磨牙的一个阶段，然后他经常会因为牙齿的发育会很多时候会很烦躁啊，或哭啊，或闹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爸爸妈妈给孩子们准备这样子的小零食。那另外呢，美国的儿医也建议我呢，在宝宝这个阶段给他准备一点这种手指类的零食，因为这个可以训练宝宝自己去抓握这个东西的能力，因为一开始都是爸妈喂饭嘛，所以说大家可以买点这种零食，如果想让宝宝自己吃饭的，想要训练他的，可以买一些这种手指饼干，让他自己来学着怎么吃饭。我在小羽毛大概4个月左右的时候跟小羽毛入手的一个训练型儿童餐椅，一个呢就是这个，看得到吗？这个儿童餐椅呢是小羽毛在4个月的时候我在日本代购买的一个这个叫面包超人的充气沙发。我当时买的时候就是想给小羽毛纯粹就是给他玩的，那个时候小羽毛还不是特别会坐在餐椅上，所以他还需要一些支。这个椅子呢我觉得还挺不错的，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如果是出去旅行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气放掉以后带在行李箱里面，然后它可以当一个洗澡凳，因为在外面洗澡的话可能大家没有办法背着澡盆出门，但是带这个还是挺方便。另外呢，小羽毛在3个月的时候，我的朋友也送了我一个儿童的训练餐椅，它就是在宝宝刚学会做餐椅之前的一个 pre-seat 的一个步骤。这个椅子上面呢，它跟餐椅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有很多这种
小玩具啊吊着的地方，然后它还有一个360度的餐盘，就是宝宝可以坐在里面，这个餐盘呢它是可以这样，你看它是可以这样转动的。然后但是这个样子的椅子呢市面上还有很多其他的样子，都可以去找一下一个这样子的餐椅，在他学会做餐椅之前又可以玩然后又可以训练他。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最近给小羽毛买的餐椅，我给小羽毛买的餐椅就是这一款餐椅。今天呢我在视频里面就只是展示一下，就不多做介绍了。这个是一个意大利品牌叫Pickper Ego 这个品牌的一个餐椅，它是带轮子的。我每一餐小羽毛吃饭的时候都会把它放到一个餐椅上吃。今天视频呢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小羽毛最近新买的这个水杯，现在小羽毛已经可以吃辅食之后呢，它同时也可以喝水了。之前3个月之前的宝宝就一直在喝奶没有喝水嘛，所以我给小羽毛买了一个这种也是训练型的一个水杯。这个品牌呢叫 NARC， 都找过很多这种带把手的杯子。那像小羽毛这个阶段呢，我因为它比较小一点，那种大一点的把手杯的话，我觉得还可能要再等它再长几个月或者1岁以后才可以用得好。所以现阶段呢，我觉得这个品牌的这个杯子的大小是刚刚好，刚刚抓在这里就非常合适。我到时候可以晒一个视频在这里，原饮杯在这个阶段可以慢慢的引导宝宝去喝水。好啦，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希望你们喜欢。然后如果你们觉得很有用，或者是觉得能够解答你们很多的困惑的话，那你们记得给我点个赞哦。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